欢迎观看 Spark 教学视频系列之球形全景摄影技巧。点击 APP 右侧相机设置图标，在全景摄影中新添加了更有趣味性的球形照片模式。在拍摄前将飞行器调整适当高度，点击球形拍摄，可以进行720度无死角拍摄。拍摄完成后，在右下角回放按钮中点击带有球形图标，照片将会自动生成。照片生成过程会自动补充天空缺失部分，还可进行多角度选择预览。点击左下角下载图标，保存至本地相册。您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分享图标进行实时分享。以上就是全景摄影拍摄技巧，感谢您的观看。